是咱内底上少的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两公仔我的查某囝，二十年前，伊老母伊甲伊妹妹拢做伊囡仔老狗的生理。啊，即马伊是伊台中进入大学啊，做老师。啊，咱要邀请啊，伊来甲咱上联团体，请大家来分享。哎，吴阿哥，啊，恁年纪拢较大了，啊，我今仔要来甲恁讲啥物话？要甲恁讲啥物道理？要甲恁讲啥？你讲，恁行侪桥，比我行偌济啊？恁侪也比我侪比较济，我要甲恁讲啥物话？我伫学校内底，我是教遐学生啊，学生啊是比我细，我伊爸教我去。啊，即拢老大人要来甲伊讲，无话紧，你著将你上帝所想所虑，你来想想。你来跟咱来分享，安尼也好好。我记哩吼，我家己个人去，我若去跟人耐啊，去跟人写遍是不做代志做。我后边拢会加一个字，愿上帝赐福你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爱快乐、爱快乐、爱有平安是上帝所赐的。健康也是上一事，但是这个快乐，咱家带个回到厝，爱快乐。咱圣经内底有讲，忧伤的灵是抓骨的钢刀，跑不跑的钢刀；喜乐的心是宝贝条的宝良药。所以，啊，拄好今仔日燕青老师要来甲咱分享是什么？快乐的闭关，快乐还有闭关的，要怎享受快乐？咱来听是燕青老师的快乐的闭关的安怎讲？好，来，请。其实我嘛无少年啦，我比较恁吼，咱差一点点啊尔安尼啦吼。我教书嘛真久啊，嘛差不多有15年以上安尼吼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今仔日上紧张，吼，教书拢袂紧张，今仔日上紧张吼。啊，真正是我感觉是我的荣幸啊吼，因为讲实在，我真正。但咩人生的经验吼，啥物我真正拢无，大家遐济。啊，在座嘛有足济我诶，但咩到尾以前，但咩遮聚会时阵是大人，我看到大家我实在是大人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因为以前但咩到尾时阵，受着足济是大人的疼痛，啊甲帮衬。啊，我师长吼，我拢叫伊师长吼，因为是我就是老师的先生哦，我们是这样认识的吼，然后。我感觉是很欢喜吼，但咧教会内底，因为我是第一代的信徒，啊，迄当时妈妈是有教会的姐妹来带伊来到教会聚会，啊，妈妈伊迄当时较胆小吼，伊讲爱接人伊唔敢来啦吼，啊，就家己两个查某囝家己硬来带来安尼啦吼，啊，不过即摆我真正做感谢的妈妈吼，虽讲已经过世啦吼，啊，不过但咧即个信用对面，也是当初伊安尼硬甲我带来吼，我无法度有遮尼。宝贵的福气吼，会当咱们信用内底，啊，咱们人生有一些，有当些总是有好有歹的时阵，啊，不过因为信用的关系，互咱都会当时常会当快乐，会当喜乐吼。啊，今仔日我要甲你要来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闭关吼，啊，不过因为我是老师吼，我上讨厌。我的学生拢无声吼，啊，不过你不是我的学生嘛吼，就是我上介意的是会当。咱大家有一寡个活，会当活动吼，啊，我嘛希望讲大家恁请，毋是听一下，啊，对头到尾安尼讲到完，啊，毋过感觉大家拢无啥物欢迎安尼啦吼，啊，即摆新个世代大家都是爱有活动吼，啊，所以我希望，但是我讲之前，大家先想看卖，即个礼拜伊今仔是拜五啊，对无吼？啊，你对拜一到拜五即几天的时间有？一项代志，吼，也是一个人，也是啥物，你食啥物好食物件，无你感觉足快乐，吼。啊，我希望恁家里人边啊，会兄弟姊妹分享者，吼，你会当，我就无恁一分钟就好啊。我感觉恁拢做老公的，吼，我
济吼，啊，我今仔日踮咧遮就无意义啊，对无吼？所以麻烦你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，啊，咱拍一个招呼吼，啊，至少甲伊讲一下，哎，踮咧拜一到拜五，做一件代志，你感觉做欢喜的，吼，无一定是你家己发生的，无一定是你听到别人发生的代志，啊，你感觉欢喜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即摆甲你边仔人小开讲一下吼，有一个时间互你开讲一下。
瞳孔，啊，伊个快乐点，当然就足大安尼吼。好，啊，我搁问一个，上后一个，个人的快乐是拢是大家我阿哥讲的来滴无？你两手一个讲啊，我先讲一个。我爱讲你，好，这个刚才是不行哦。我这二月哦，现在嘛是四二月，二月一号是农历五号，是我的生日，出生的那个农历五那二月五号呢，又是我的生日，身份证的时候，生日，先母亲的先弟弟的结婚。哦，啊，圣诞节天天摆钱，我做完一个名字，因为是多发十分哦，啊，天天摆一个年会，尤其是庆生会，啊、哦，我给你祝个酒头。上台的哦，就欢喜大家欢喜，我欢喜哦，我大会欢喜，感谢上帝，我话这个时阵了，做这项代志，大家欢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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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结果，啊，感谢上帝，啊，都欢喜。小朋友，你那是主日学我帮你啊，啊，小朋友，我是这样的。长老啊，也是我的校长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哎，咱们细汉的时候，看我嘛是咱们咱教会 A B C 班的长大吼，啊，迄当阵就是在座做者的时辈吼，拢真正做不出来吼，啊，我感觉伊嘛咱们迄个不出来中间得到快乐嘛吼，啊，我是真正是感谢今日大家给咱快乐大家。啊，我是想要问咱们共进去过来问一下大家一下，你对？快乐的点是啥？你刚刚快乐是啥物？咱对指挥哈，对，来会长，好会长来，会长帮我们讲一下，你刚刚快乐的快乐点是啥？你讲啥物是快乐？对你来讲，啥物是快乐？来讲，我是感觉你，譬如讲咱啊，咱两个吼，那个陈志松吼，哦，我不可能着伊啊，譬如我有一段时间拢无在教的。他也都没有来加倍，他常常跟着伊啊，比较欢喜啊。盖功能两万钱，哈，高价就欢喜，高价也顺。当天见得啊，天空都刮过呢。哦不，我今仔结果要来盖机器看嘛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快乐就是你不见得高价咧，什么咩啊，拢会得意啊，什么快乐。但是你可能讲那个，有时候哈、哦，你也。这人生的起伏啊，可能好朋友嘛，足那么快吼，啊，伊啊足热情啊，你甲讲啊，我再招伊再伊来，伊讲好好好，突然拍一个电话，讲袂当来，搞个天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快乐并不是在金钱上面还是什么，这是你的心理、心境上面的那个一种平静啊、喜乐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感觉就是你拄着朋友啦吼，你恰是老朋友吼。有当时啊，人讲酒是越陈越香，对不对吼？然后好像朋友也是老的好这样嘛吼。所以我在想，遇到老朋友，我们有很多聊不完的话吼。所以一点蛮快就快乐，这是一点的吼。来剪吧，我拢爱新化黑，我熟悉啦吼。拍者你来做外调，我卡者啊。来，你刚刚快乐对你来讲是啥？快乐吼。我相信讲在座的拢安尼啦，每一天你要甲想做讲，有时是你做朋友，啊，我讲就是讲啊，你要先快乐时阵，一定是真侪个艰苦的所在，哦，啊，有时咱要生气了，袂好，快乐，我几啊遍拢会安尼啦，好比讲伊一个代志，唔是讲真正想讲，哎，咱判断的是冤家，无唔对。哦，那有时讲，咱咧，我们人生的历练，啊，这个东西一定就是这样。哦，是讲就甲一竿打，他就讲看到就是这样，就是咱肯定的，你肯定我们，那肯定不是错，我会量，也要来查一讲这件事，下面发生知道，就是讲上帝给咱何样的礼物。我感觉是安尼，我感觉很快乐，我工作嘛。你看吼，我想在座每一位大家拢有做生意，也是有当个你家的专业吼。那的确就是你当个你的专业，无管是啥物的专业啦吼。比如说我讲我做老师，我教册，啊可能学生有学习到，也是感觉真正伊快乐当个学习，啊可能迄嘛是我的快乐的来源之一安尼吼。啊做生意也是有你家的工课，有当下你感觉你解决迄个问题。哦，问题有来啊，感觉讲一开始有困难，啊，不过后来你有去解决伊，
可能你就感觉真快乐哦。啊，所以咱会感觉讲，哎，咱每咱的人生每一个人无同款，你都有无同款的快乐的来源，无同款快乐的方式。啊，不过咱有一项是大家拢同款。我有一年，我有礼物呢。啊，各位礼物吼，其实是要给大家啦吼。啊，无不要紧，咱的礼物就是因为我对台中来啦吼，我有找，我有提一种太阳饼来。哈哈哈！太阳，大家感觉做无聊的无，想讲啊，你跳舞我食个怪食，安尼啦吼。我就是讲对台中来，我找一个台中的名产给大家吼。啊，我是要问大家吼，就是咱们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年岁，差不多哦，差不多我。爱强调哦，咱差不多安尼，吼。啊，不过每只其实无同款的东西，咱但每只所在，咱都有一项是同款，什么是同款？信用，咱是信用类嘛，吼。然后咱有一个大家信用，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要问大家，啊，是咱有遐济无同款快乐的来源，啊，咱有去面对快乐的方式。啊，不过咱有一项是同款，就是咱拢是信用类。啊，咱也是信上帝，同款的身份，咱有一有啥方法会当甲别人讲，吼，就是去去看遐个唔是信上帝人，甲伊讲，咱安怎会当快乐，咱个信用来培养出来。你讲我啥物方方法无？咱来参详一下啦，吼，我今日来遮唔是甲你教大家啦，我嘛感觉我敢若无啥物遐济资格安尼啦，吼，啊，不过咱会当来。讨论看嘛，你感觉也是以一个，咱是基督徒，有啥物方式，咱会当甲人讲哦，因为信仰的关系，咱会当得到快乐的闭关。你感觉这个信仰对你来讲，是倒位，互你感觉你会当得到快乐的闭关？敢有？吟诗俄罗斯。OK， 吟诗俄罗斯，唱歌，吼，舞蹈啦，吼，舞蹈。OK， 啊，唱歌是一种的方式。的确吼，在座有足侪人唱歌足好听，我知影。OK， 好来，妈妈，心存感恩，天天有上帝陪我最喜乐。OK， 爱心存感恩，就是你心内爱心上有感谢的心啦，吼。那这个感谢的心有当时啊无容易的，对无吼？咱拢知影拢爱感谢，啊有当时啊咱人会限制。吼、哦，要感谢有当时啊真正讲袂出嘴啦吼。无、哦、就是你感觉你的感谢可能足。做短暂的，哦，可能哎、欸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啊，有可能因为信用的关系，我咱这个感谢会当变做较远长，还是较深 ，OK， 好、哦，好，咱来临时，临时，咱来学路 ，OK， 啊，搁有无？你感觉以信用的角度，有啥物快乐的闭关？OK， 在信不快乐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低调，还是搞到处 ，OK， 对他说。所以第三是爱祈祷嘛，阮知影咱的软弱啦，吼，就是像阿多啊，咱提到的吼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真正你爱当咧困苦中间感谢，哦，真正足困难的吼，真正有当时啊，咧感谢袂出嘴，因为你即摆真正足痛苦，啊，所以咱爱祈祷吼，祈祷看会当得到心灵、精神的安慰吼，啊，咱会当靠坚强吼，所以祈祷会平息。然后爱感谢，爱祈祷吼，啊，搁有无？见证的分享哦，见证的分享，我感觉见证的分享是真重要吼。迄、那个意思是，互你思想会当去做一个反省吼。我也是讲你会当去因块去记得吼，你的人生内底一挂重要的时刻，也是重要的一挂代志。那有当时啊，咱发生啊吼，无去去记的时阵，有当时啊真正是可惜。所以见证有当时啊是把咧提醒咱吼，但咧咱人生当中其实上帝拢伫咧，吼有当时啊咱袂记啦，爱会记吼。所以见证有当时啊，把咧见证，家己见证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见证。见证无伫咧大甲细啦，吼对你来讲拢是上重要，对无吼？啊，我感觉迄是一个真好。哦，真水的分享，更正的分享。啊，阿多阿，你听阿多比的。OK， 你多。他现在的逆境哦，虽然他是逆境，但是他要重新去有他的安排。OK， 啊，你若是他想也要安排，或者对自己心理上会比较有逆境。我相信，你多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咱有信心。啊，信心是啥物意思？圣经有讲哦，信心是。
会看你进去。贵贱之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。哦，我感觉那那有一个信用是安尼假的啦吼。人我嘛看人，因为讲啥物，seeing is believing 嘛，意思说你爱看你，再相信啦。哦，眼见为凭嘛吼，咱个中文嘛安尼讲吼，感觉咱所有的代志拢是你看到的才有哦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即摆媒体做这种报对无？你看起的相片，你看起的新闻，甲真正是真的？不一定哦，吼！即摆科技遮厉害，有当时啊一个相片，比如讲吼，我今仔日才生一个条啊，啊我一个相片翕落，我想讲会较水的，这个条啊硬刮去，吼！我今仔日本来有条啊变无条啊嘞，吼！啊就变做安尼就无真啊，吼无真啊！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啊看起不一定是真正，吼！所以啊拄啊咱个讲话。甲咱运动是讲爱有信心，信心是你爱会看见进前，你就先相信。这无容易，按讲基督徒会当遮的操练，慢慢啊，咱会感觉较有确定，较会当有快乐的心情。吼、哦，无大家拢有起起落落对无？有当时啊吼、哦，你也是无遮的信用的帮助，其实咱实在是有当时啊，就真紧就挂无啊吼。OK。啊，我今仔日有四项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感觉既然咱有同一个身份，就是咱拢是基督徒，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去看耶稣安怎来教示咱，安怎来教咱讲安怎会当快乐。哦，咱就来看耶稣这个人，安尼上简单啦吼。啊，圣经冇写吼，来我来给大家四个图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图。OK， 安尼看得到吗？好，我念，我会替你讲啥，我会再念啊清楚一下吼。第一点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吼，透过耶稣，透过圣经，咱来明白咱爱安怎会当快乐吼。第一点是耶稣的人生有足明确的目的。OK， 啊，伊个目的就是爱尊叹上帝之名。我感觉咱若是去想咱家己个人生，你发现遐快乐个人吼，咱会当学习嘛吼。那咱个信用个前辈，你会发现伊拢有一个真明确个目的，人生个目的。啊，你敢有你个目的？吼，咱到即个年岁嘛是有目的哦。吼，每工拢有一个目的，无就是你会当有一个一工个目的。是礼拜的目的，还是一年的目的，对无吼？咱都有无同款的目的个设立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也是无迄个目的当遐，你会感觉人生敢那无一个方向。OK， 你会感觉你唔知要做啥物代志。咱看到即摆社会做一个有钱人吼，做钱有钱人，我吼真正有一个朋友做钱，按道理讲，伊人生无目的嘞。伊感觉伊啥物拢有啊啦，所以感觉伊奋斗对伊无法多快哦，真正。哦、所以有当时啊，感谢上帝，咱无遐有钱吼，咱搁一个拍拼的目的安尼啦吼，所以目的真正足重要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即摆知影目的啦。啊，不过耶稣的目的是啥？伊的目的是尊叹上帝之名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咱知影这个尊叹上帝之名无简单啦吼，可能爱牺牲啦吼，吼、哦，就是伊爱定时个，定时个应该不是一个真轻松的代志，真痛吼的代志，伊麻烦。一点点嘛吼，甲上帝讲，为什么要是我啦吼？啊，不过也是你的志是安尼，啊，你就真安尼啦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要想爱安怎会当快乐，第一个是想你人生有一个目的无？你即摆你的目的是啥？不管你即摆是几岁，咱应该都拢有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可能是这个，可能是那个，可能是那个。好，啊，不过咱当来学习。耶稣伊个目的足清楚个，因为伊有目的，伊就知影伊即个人生要安怎过，伊就知影当伊无快乐时阵，当伊痛苦时阵，伊倒会当掠了一个目的，即个目的就是上帝。吼，安尼伊才有法度当经过遐个旷野，经过遐个试炼，经过遐个痛苦，遐个悲伤。吼，这是第一个。吼，啊，再来，咱再来看第二个。耶稣亲爱咱的天父人吼，咱会当想一项代志，有当时咱要人生咱的快乐是因为咱有人会当疼痛，咱有人会当去爱，
对无吼？有当时啊，这意思就是你爱付出，你爱有咧疼的付出，啊，你爱去疼。那即马写亲爱，亲爱是啥物意思？爱我亲。有啥物人会当甲我讲？你踮咧圣经内底，你有即、這个印象吼？耶稣安怎去疼天父？安怎疼？伊的行动是啥？被钉十字架，被钉十字架，哈、哦，这个是那就是一个中年人，阿哥有吗？啥物时阵大家心里边内底互你看，哦，这耶稣真正做爱上帝，做爱天父。阿天父子，阿公天父，做天父。OK， 你会发现讲耶稣伊当尾伊短短的一个人生吼，啊，不过伊经过足侪足侪代志，啊，当尾遮所有代志，伊每一项每届吼，当伊有一点仔犹豫的时阵，耶稣拢去做啥物代志？祈祷来着。啊，不过祈祷是对象祈祷，当然嘛是天父嘛。你若是无够爱一个人的时阵，你无可能做这代志嘛，吼。你嘛无可能去吹敲吹迄个你所听的啦，吼、哦！我实在是感觉讲，的确吼，咱逐个咱人生内底有当时啊，常常无快乐啦，吼！啊，不过这个无快乐，按怎咱会当改变？第一项就是咱有一个目的，吼！啊，拄仔咱第一项讲的，人生拢有一个目的，耶稣的目的真简单，就是尊探上帝旨意，吼！啊，上帝旨意是啥？爱传福音，爱将伊的听。传播给世间人知影，对不？吼！啊，第二项就是，啊，不过我是无听我的天父，无听我的上帝，无读圣经，无爱聚会，我嘛无爱去听上帝教示，我嘛无想要尊探上帝旨意。安尼，咱就无法度真正知影上帝要达到咱的人生有啥物样的目的。吼！安尼，咱就无迄个目的。其实到头来无一个顺序啊。不是讲哦，咱先做第一项，啊，咱就第二项。你有感觉讲，咱即摆来讲第二项，其实嘛，甲咱第一项真大、真大个关系，对无？有当时啊，你即两项都无当，未当先分，先做啥物，先做啥物啦吼。即是伊就是一个分配，咱可能拢爱去想即个问题啦吼。咱再来看第三项吼。耶稣听世界人嘛。听世间人，你听你的老爸敢真有道理，因为你的老爸照理来讲应该嘛是听你啦吼，咱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内底吼，啊，不过要叫你去听别人，真正是有一点仔困难啦吼，有当时有的人无古锥嘛，哦，真正就足够可爱安尼啦吼，啊，有一些听袂入心啦吼 ，OK， 啊，不过这是耶稣。做的代志呢？其实你发现，咱们圣经内底耶稣听的人，大部分都做无够多的啦吼。OK， 真正做无够多的，啊，你有当时想讲，啊，是我是上帝，我敢会甲伊做同款的代志？有可能吗？哦，耶稣上帝伊接触的人，拢是遐迄当阵的社会无爱交叉的人嘛，对不？哦，撒玛利亚人，对不？哦，撒玛利亚人是人无想要交叉的人。啊，佮有迄种啥物，话都上好相远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耶稣伊听的人，不只是听人，伊佮听遐上细腻的人，上大家拢无爱去接触的人。吼、哦，我感觉这真正无容易。咱个社会即马吼，做侪只个人，其实咱家己人吼，外观咱看起来拢遮呢，拢做缘投的，拢做水的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咱只有咱家己上知影咱家己。无好的所在，伫一寡时阵吼，咱其实甲遐人无做者做大个差别，吼，咱甲遐做细个人，做细个人其实无真大个差别，吼，只有咱家己知，咱伫面对上帝时阵，吼，所以咱有当时爱想，安怎会当快乐，也是咱感觉有当时啊，咱真正感觉咱真正吃无好，啊，不过咱搁还有一个人疼咱，搁有一个人愿意甲咱斗阵。啊，咱应该感觉做安稳、做快乐，所以咱其实爱行的是像耶稣安尼，伊毋是去甲遐做有钱的人徛到底，伊嘛是甲遐做有款式、
做 power 哦，一定爱甲总统挑战的。OK， 无呢吼，你感觉每届吼，伊惊心惊惊完了后吗？照你讲吼，伊也是惊心惊惊完啊，大家拢想要去找伊对无？啊，不过伊这个时阵拢去做啥物代志？伊闭起来嘞。哎，这个人真奇怪吼，人这个社会就是你上好，你出名就是愈出名愈好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你也是做啥物代志吼？你假手做诶，耶稣讲你啊。倒手做，假手袂当知啦吼。OK， 啊，不过这社会拄啊好唔是安尼吧？哦，所以真正有一点仔困难，啊，不过嘛做奇妙吼。咱基督徒的身份下架是，那甲外口都无啥同款。啊，不过安尼有效无？有呢。吼、哦，我家己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吼，是我有一个学生，伊是我暗时暗时学校的学生，是补习班的学生。啊！伊其实吼，讲坦白，伊是一个酒店的小姐。啊，是咱知影，伊是伫做酒店的小姐吼，你一定会感觉这人就无好嘛，吼。啊，不过伊的人生真正是真坎坷啦，吼。啊，到最后，伊到我年岁同款，我今年40岁吼，伊到我同款40岁。啊，伊当个酒店上班，啊，不过伊进前有20多年的时间伫做空中小姐，伊是一个真好的职业。哦，啊有真好诶生活，啊因为一寡代志，伊变作为了要搁支持伊诶家庭吼，伊就去酒店上班。啊，结果伊竟然来上英文课啦，吼、哦，我教英文诶，伊来上英文。啊，上了几十了后，伊就甲我讲，老师会当甲你一对一上课。伊当初我毋知伊做啥物吼，啊，我感觉讲啊，我无差嘛吼，啊学生想要学，啊一对一上课安尼真好啊吼，就讲好。结果伊就来，伊就一对一上课吼，上到第二遍了吼，有一天伊来吼，伊的手拢是乌青，规个拢是乌青吼，啊，面无啦，就手拢乌青，感觉互人真怪吼，还是伊去真啥物人安尼啦？啊，我的心情吼，就纠结安尼啦吼，我感觉讲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袂当当作无看到，我感觉我当然有的老师就当作无看到上好啦吼，因为咱知影差不多哩。差不多都无啥物好代志，啊！不过我的信用甲我讲，我袂当当作无法，上无我无法度帮助你，我会使家己安怎，我会当帮你祈祷嘛。我迄当阵想法就是，搁较安怎，我一定爱帮你祈祷，无一定你无一定会得到偌大的实质的帮助。啊！不过我咧互你知影，无论你安怎，上帝一定听。啊，结果伊就流目屎吼，啊，甲我讲伊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为啥物有这个伤痕呐吼，啊，就讲伊今仔日我着上课，伊就一直哭啊哭，讲因兜的代志。其实我感觉迄个时间吼，我感觉上帝疼痛在阮的中间，吼，因为我感觉讲我实在是一个真细腻的人，我嘛无上过啥物什么心理辅导吼，我其实嘛唔知影安怎来安慰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谢吼，但系咱信用的内底，虽然我唔是真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吼，啊，不过咱的信心已经有足够的价值，所以咱在迄个中间，咱知影安怎去陪伴一个受伤的人，安怎去安慰一个需要安慰的人，吼啊，伊发生做侪代志，有诶代志可能咱嘛是歹来解决吼，啊，不过这是第一项，我就去讲的上课，我就替伊指导。祈祷完了后，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嘛吼，我就是有当时会来放在心内，暗时啊祈祷的时候帮伊祈祷。结果有一日呢，阮的台中的我主的教会有一个布道会啦吼，迄个布道会是就是一个音乐家来吼，啊伊要弹琴，啊就爱邀请一挂人吼去参加。迄当中我心内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伊，啊不过人就是有迄种软弱啦，你会感觉讲啊。伊根本可能会去，吼、哦，伊可能根本就袂去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布道会尔，啊嘛唔知影对有啥物帮助吼，啊，我迄当阵吼，心内真正无信心嘞，感觉讲哪有可能吼、哦，我而且吼，虽然做老师吼、哦，老师是踮咧讲台顶吼，伊、哦、有一个讲台，啊，你知影你踮咧遐你是老师，你就会当讲足侪话，啊，不过吼下课了后你就不是老师啊嘛吼、哦，我就去丢转去啊啦。哦，我去丢转去啊，感觉做软弱的，无信心，唔知想讲安尼会当来邀请无？结果吼，就人咧买音乐会，前两天，
我就传迄电话简讯互伊啦吼，啊，家己讲有即个聚会。结果拄啊好，迄天个听阿伯，我家己阁有代志，都无法度去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，你一定无可能嘛。我人被邀请啦，我拢无去哦，吼。啊，伊阁是一个，当个我上课的时阵，听我哩讲耶稣的听，讲两遍尔。OK， 我想讲那有可能吼，啊，不过你就是邀请嘛。结果吼，我迄个暗暝吼，迄天因阿伯的报道的暗暝，我伫迄厝咧困啊，我忽然间收到一个简讯。迄、那个简讯是伊翕一个相，迄、那个相就是伊坐伫教会内底听音乐会，啊，伊把迄个音乐家的相来翕起来，啊，伊传给我安尼啦吼，伊甲我讲，老师，我做感谢你哦，我虽讲我个人人生无法度马上改变，啊，毋过感谢你互我明白耶稣，啊，毋过吼，伊甲我讲歹势啦，我无迄个勇气听甲头前去老师帮我祈祷，我讲袂要紧，我就马上靠伊，我帮你祈祷。啊，阮两个就踮咧电话内底祈祷。为啥物我要回用一个是甲恁讲吼？耶稣真正是疼人，伊疼的人有当时咱无信心，咱感觉可能，也是咱有咱家己的判断，咱感觉讲啊，这个人无够水，上帝应该袂该疼，干嘛呢？上帝疼的人吼，有当时是超过咱想象的啦，伊的疼的宽大吼，是咱无法度测度的。像安尼人，可能这个社会袂该接受。啊，毋过上帝是欢迎这个人。上帝有家己的方，伊家己的方式。为虾米我要你讲？是因为我阿哥甲你讲过吼，去到我有去无？无呢。吼，我家己无信心哦。吼，我这个邀请的人家己无信心，我特别输了。结果伊家己去啊，谁叫伊去？绝对不是我。啊，是去到我去吼，我可能会感觉讲这是我的功劳。我可能会感觉讲啊，这应该是我的关系啦。啊，毋过上帝甲我讲，就算讲你无做，我嘛会叫伊去。我会听有法度去感动遐个人。好、哦，所以我想要互恁一个鼓励，咱就是尽量做，尽量去传福音。上帝有伊家己的方式，上帝会有伊家己的方法，互遐个人到伊的面头前。啊，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。努力安尼就好，吼！啊，咱爱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，就是上帝是疼世间所有人。有当时啊，咱的判断无一定是上正确的，但是上帝疼，上帝就会开迄个门，吼！不管是啥物啊。那我是感觉讲，当伊迄个当我看到伊迄个电话的简讯的时候，我就搞哇塞，我无法度体谅，吼！我迄当时有偌快乐。我真正足快乐，迄、那个快乐是我知影，感谢上帝，你无予我感觉这个功劳是我家己的，吼，是因为你的关系，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咱会当去想这个代志。来想后一项，我感觉这个嘛足重要的吼，无一个顺序啦吼。耶稣知影天父疼伊，甲悦纳他的接纳伊。OK， 你感觉这有重要无？嗯。你想看嘛？你感觉你和你的父母接纳，你和你的子女接纳重要无？你和你的朋友接纳接受重要无？重要，对不？吼、嗯。所以耶稣的快乐是有一个确信，伊知影上帝疼伊接纳伊。所以咱的快乐是咱知影，无论咱安怎的生活，咱是好是歹，上帝拢接纳咱。哦，咱甲要食咱拢是同款的，无一个圆，无一个低。我感觉这是真正最重要吼。啊，是咱去到一个所在，我讲啊，即摆吼，我有一个印象啊。咱甲要台湾吼，啊问大家吼，拢大家拢有看电影对无？恁电影买票哩？除非你有挂位嘛吼，你就知影要坐多少位对无？啊，可以当是紧无？诶，那你买票的时候，会当家讲啊，我要选一位坐，啊是有位你就当坐嘛吼。啊，不过钱共款无？钱共款嘛吼。比如讲，你买200块的电影票，啊，你进到电影院，你也是家划位，你就是事先讲你要坐一位，就亲像你坐火车共款啦，大家是自强号，大家拢共款啦。啊，不过无吼，你讲无共款吼。
你较俗啦吼。OK， 啊，搁还是你同年岁是同款嘛吼，啊，就无一个差别。你会当选你要坐位。我去英国读册时阵，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，因迄电影院吼，无同位吼，无同款的价钱的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敢那心情无，敢那真舒服嘞吼。我感觉讲哈，那看一个电影。大家拢等咧一厅吼，啊，那我坐头前甲坐后壁，票那个票的钱是无同款的呢。啊，台湾无，台湾拢同款，差别是你事先先规划还是无我咧尔啦，吼。啊，我是咧问大家吼，啊，是你知影讲一个人听你有分啦，吼，因为你有钱哦，你较有款势吼，安尼我较听你，啊，你较细腻吼，安尼你就较无个人听。我唔知道你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有这种感觉吼。特别厝的内底讲啊，我是老大，我较敢那爸母较听我吼。啊，老二、老幺、老二都无人听吼，有吗？好啦，啊，不过这是人嘛，上帝安尼无？无，未啦。吼，所以这个是咱相信嘛。吼，咱总是有软弱嘛。吼，连你家己爸母可能拢有一点点的差别，上帝无呢？安尼咱来快乐。哎呀，咱爱快乐，安尼咱就爱快乐啦。吼，因为咱咧基督教内底，咱咧咱信仰内底无分啦，上帝咱听，家己人，你是互食人诶，你是互人听。我感觉这最重要吼。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出身吼，啊，我妈妈又很早就过世，啊，其实我无，我真正无感觉一个老爸诶形象。啊，我是咱咧来到教会了后，去读圣经，读耶稣，读上帝，我去想想啦，吼，想想一个老爸听伊那是虾米款安尼。啊，我讲实在吼，我虽讲做热切的吼去追求信仰，我高中的时候就入来吼，啊，参加 ABC 班啊。做欢喜来吃，因为伊予我有迄种，但个家庭内底敢那无的迄种安慰安尼啦吼，因为我就对细汉就无老爸的形象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要敲锤，吼，到底老爸形象是啥物？啊，讲实在吼，我读圣经嘛，读甲真骨力，啊，不过讲实在有一个距离啦，因为真正无敢那好像很直接这样吼，啊，不过我感谢上帝吼，是上帝是真正。够活够真实的上帝，伊毋是互你读圣经安尼甲读理论安尼尔啦，吼，伊嘛是有一寡天赛的，踮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陪伴，吼，啊，我真正感谢，小爸就是我地上的父亲啦，吼，因为伊很无私，吼，啊，伊互我真侪帮助，啊，伊互我真正感觉一个老爸。啊！伊通教我当作家己查某囝安尼，所以我真正感谢上帝。但咧教会内底，虽然我无有一个真实的老爸，吼，啊，不过，但咧我诶信仰诶生活内底，我有足侪老爸，吼，啊，而且伊毋是互我看圣经尔咧，伊是真正互我感觉到有一个真实的人在咧遐陪伴我，吼，啊，我去读册，吼，但咧外国读册啊，但咧转来，其实小爸拢时常。卡着我，有当时我感觉足歹势，我可能卡无伊个，时间拢无伊卡无我个时间侪安尼啦吼。啊，伊嘛，伊家己嘛有家己个查某囝吼，佮有因个孙仔爱照顾，啊，佮伊嘛是时常甲我关心。我感觉我无啥物通好，感觉家己无幸福，因为我感觉我实在是，得到太多啦，吼，太多了，满出来了。我们常讲什么，喜乐满溢。喜乐满意，好，我感觉我真正是迄个快乐是摸出来，好，那虽然嘛是有一挂人生吼一些起伏，可是你也感觉讲每届当你有一点仔失望，其实上帝就会甲你提醒吼，咱搁转起来好多啊这四个代志，第一个是啥？咱有目标嘛吼，咱的目标是啥？就亲像耶稣，咱爱两条吼，耶稣最大的目标。尊太上帝，啊，第二个嘞，歹势吼，我做老师有一下病吼，我会家考一个学生。第二点是啥？啊，是我家倒转去吼，大家搁想一下，第二点有人会记无？啊？要深爱天父，对不对？吼，来，啊，深爱天父做者，
方式啦吼，啊，拄有人讲当唱歌对无吼，会当祈祷 ，OK， 啊，你爱去念条上帝互你的疼痛吼，啊，你还有见证爱挖出来吼，啊，搁有诶第三个，啊，我诶疼人爱疼人，吼，啊，我感谢上帝，咱诶信仰内底有足侪诶前辈吼，啊，有足侪许多人拢都疼我吼，啊，搁第四项一定爱知影上帝疼咱，嘛接纳咱。哦，只有安尼，咱才会当是一个健康、快乐的人。咱才有法度去知影爱安怎快乐吼。啊，咱若是知影讲有一个天平遐尔咱疼啊，咱就会当快乐，咱就袂遐紧张吼。啊，拄着代志时，咱知影总是有人站在咱的身边啊，吼。OK， 好。啊，我想要希望大家上忙一件代志来，即马赶快跟转去咱一。最开始，你甲你阿爸边仔人，无就是找一个新的人吼，佮甲伊讲，上帝搭在你的心中，甚物代志互你感觉上快乐，那是因为信用的关系。OK， 阿爸，咱第一项是叫大家想快乐的代志，对无？啊，不过无一定爱甲你的信用有关系啦。啊，即摆咱佮来想一个，有甚物代志你感觉是因为信用的关系，所以互你足快乐？OK， 嘛是同款，来甲你阿哥诶边仔诶朋友分享一下。今日啦，吼，咱一礼拜才组织一代诶，对无吼？咱先去聊天一下。快拍摄呢，一定爱来分享出来，咱爱讲爱讲出来哦，吼，莫拍摄哦。参加团契讲话，拢无负担。所以你看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。我那个时候我就分享出去了。
好多的经文到了那个时节，就问我，哎，张老师，你的时光啊，可不可以带啊？那么他到我家来，啊，去带那个时光，分享那个快乐，那是我一年里面最快乐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的老朋友，啊，还有以前小学的同学，他们就会自动找上来。那是我一年当中最得意的时候，亲朋好友都会，啊，分享我的，啊，这个收获。那么，这是我的一点小事。好，谢谢。当初吼，因为我家己某一个阿公吼，外公吼，伊今年90岁，啊，今年过年吼，我们去家里，我妈妈是家里人吼，啊，我的外公也很喜欢种东西，因为以前就是做菜的吼，啊，所以进香米就是挂在做货的，很美。我刚刚是进香米就过年那边搞生活货吼，啊，伊进香米就拢进到做货的，我也刚刚讲你看吼，这是一个快乐，当可以活动，当多对当快乐的吼。啊，我有看到很熟悉的简妈，好，来，可不可以帮我们也讲一下？哦，你可以知道我，我就是今天来看到你，就是最高兴的。你帮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，好的，好的，看到你真的很高兴，因为录音。杨老师哦，他妈妈是给我们学习的，我是做衣服，他妈妈是干嘛的，所以我们都很家电都丢了啦。啊，阿金刚协助我，我今日看到杨老师的时阵，我就想着讲，那个小法是他妈妈，啊，所以小法金哦，你知道哦，他是很单纯的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因传也早点哦来信主哦，阿哥已经到了。啊、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有那个爱心很多哈，这些爱心叫做光奇迹，你还知道哈？他是英传的妈妈，光奇迹哈。那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，刚才你说耶稣的大爱，爱到我们每一个人，还是我大家我们要讲，就上帝也比较好。对你妈妈，我嘛是无什么情面见面啦，就面下心啊，所以，也是个爱，所以谢谢你今天看到，真的，真的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其实，伊拢收客气啦吼，因为我妈妈伊较早就过身，啊，因为是患病吼，啊，不过，但系迄个患病的中间吼，我感觉上特别的是。其实影响我妈妈上济，是因为咱们看病时，一般的民间的信用是感觉上好卖去啦吼，去病院上好卖去，啊无就是今仔日也去病院看日子咯吼，今仔日也是日子的货再当去啦吼，就是日子还要看是农民定这样吼，啊不过迄当中妈妈咱们病院看病真长的时间吼，到尾人无离婚的啦。逐工拢有人去啦吼，啊，逐工就是有人去甲伊抬杠、甲伊指导。啊，迄当阵，其实我虽讲做细汉，啊，不过你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，这个信用感觉是袂互你惊吓的，吼，袂互你感觉讲一定爱看啥物日子才当做啥物代志，无，吼，当然咱有礼拜，啊，不过其实每一工拢是好日啦，吼，对上帝来讲，每一工拢是好日啦。啊，就感觉真感谢哦！伊拢讲伊无做啥物代志，其实做足侪代志个吼，啊，真感谢。好，咱再来请一位好无？咱来有啥物人感觉你是内底上少年的？卖歹势，你感觉你家己上少年的来举手一下，甲咱分享一下好无？就是你感觉你的快乐对信用来的？我看到一个。好，哦，我先看到一个足水足少年，然后我先请伊讲一下。哦，你老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足水足少年，来，我从信仰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你可以坐着，没关系，用麦克风。我讲。你开心的事情，在信仰里面让你开心的事情。我没有什么开心的，我就是每天，现在孩子都大了，还有六个孙子。哇，就很开心啊！我每天现在只有跟我先生在一起，
然后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就醒来，然后阳光在家里，把你叫下乡，然后我就说，感谢又是好的一天，我就每天就这样想，然后做我自己爱做的事情，那我就太棒了。所以做开心事情，人会长得更漂亮。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有没有人觉得今天不讲不行哦？张爸，你一定要讲哦。分吧。其实刚才讲说快乐的喜悦，我的喜欢。我是伊来讲，他伊都记得我，我你老个熊好彪啦！我是我最简单过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是第一单做重担，我一边身体无好，去带伊的时候，他心脏的手术，啊，伫遐做同啊，迄医生啊，我甲我讲，我看伊目头变大咧，啊，佫挂一支笔，我知影。一个我本不知道这样度过最难，我知道是这样，但是我一直说我祷告上帝，我们最可靠的就是上帝，祈祷了后我看到这样我说哦，哈哈哈哈，他那时候我在那里想我的人生刚安这样，不然刚有三个人姊妹不知道对一个教会来说，我来为你祷告好吗，我们唱诗给你听，哇好啊！第一遍第二遍，我感觉讲，那是人生中间上好听的歌。因为经过那个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他听到的声超好听的。就安尼回来吼，咱中间老母甲我做伙伫迄个省立医院吼，伫遐做职工，我感觉上快乐的就是讲，去伫遐大众病患的中间吼，有的都七年八年，阿芳姐。八一哦，他唱歌很厉害，他在指挥在指挥，我感觉那个是最快乐。当你可以做的时候，你付出的，那个是最快乐的，我是感觉。好，其实真正做感谢大家吼，但你这个真水的礼拜五的早起，啊，咱会当有这个机会，大家吃，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疼啦吼。我来会当住伫他们家，然后我有这个机会当个神职，当回来吼，啊看一挂真疼啊，我也是大人吼，啊真正做感谢，啊我即马把时间交给秋爸。